来杭州必须要去的景点有哪些？来杭州，我会推荐杭州的寺庙，如灵隐寺和盘水寺。会推荐去吃松子桂鱼。来到杭州，推荐来西湖、宋城、灵隐寺、西溪湿地。安东明啊，把新包括呢，都丢那个的家族，是新疆的居住吧的，丢那个南杭州的苏州人，苏兵的那种的，特别是人家西地，你告诉人家什么路？你那边啊，杭州过过上外地，不要进那个，哦对对，看大家要。杭州之行之美景篇，第一站雷峰塔。雷峰不够大家的有内干也不马自动调送绝娃 VIPB The Legend of White Snake Dune 为皮肤讨价请教脚家的没有心奥马亚嘎写好少文国没有记忆一套包面刷家对三大度那个表现面也又说到那面骨加那个写开面也绝娃木骨看在亚内吧的第二站西湖西湖噶杭州也南美角的西边的亚的古平地 ，Paradise on Earth 路可说的，喇叭的把我修平过，看沙坡，没人追，那得可以得别个水少开吧嘞。边的亚噶山塘音乐琵琶嘞，只有原味的原野闹酒蹦琵琶的心。第三站，京杭大运河。杭州也哪噶西湖大明噶。写好度庙过来，大大的。度庙的小蓝小兵写好度庙是看庙的，有亚度庙领亚古继续来的。那么我们节目呢，看你们都有羡慕古看咱来吧的。今天亚个度庙古写家都杭州古，两端的路看咱这点情古，两端的内亚苦皮吧的。杭州之行之美食篇。爱到了配野哈，杭州也最大看了配枪的青龙大地，龙井了配野六口八的，爱大家龙井不中八的，杭州也那么觉得很多米的皮八的，拉拉撒撒的不中的，龙最大看杭州最大看也配枪的脚踏八的，爱大家东坡二大皮八的行，二库米三几面喽。嗯，这是亚达西北的米粒布，亚达奶奶炒的，接着落来是的，接着落来不是的。东坡二大姑庙拜送明色企业，不表示苏东坡噶盘地开电路，说什么标开噶，都对着那对哎呀，东坡二大噶苏东坡姑阿妈的亚铺盘地开大 PV。苏东坡古代盘地的很古，不好把握。而古杭州也是一家中央水果抓起的。武林亚这个杭州庙也不好嘛，也帮咱松亚这批比庙墩蓝小度庙对，也帮咱的那亚的苦皮的。第一年嘛，这的大比亚大西的沙沙庙西比板庙也美庙。三亚庙、崩都庙、西石古提庙呢，而且透过庙古塑造它的迎接木呢，地屯盘地木系的最贵的苦嘞琵琶的心。杭州噶喇叭的庙的庙皮皮，最话的沙山的水草木系吧的，第一年嘛，不一大多噶，对我来讲也写了的的买叫呢迎接木古，看咱用大木噶。开米碰碰都带木新红果嘞，扛咋来吧的？杭州嘛，阿龙果就做吧的。Enjoying the beautiful city of Hangzhou, so it's a very beautiful city, and I love Hangzhou. 杭州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城市，欢迎大家过来玩。欢迎大家来杭州。